我惹得叉，两头老虎干起架来了。俗话说，一山不能容两虎，特别是两个公老虎在一座山上的时候，老虎打架最致命的就是它十厘米的爪子。可以看到，人身脚身的老虎，我们尚且叫它小黑，占有一定的优势。它用前脚抱住了人身脚浅的老虎，我们叫它小白，然后一直用后脚不停地蹬它，嘴巴还不停地死咬着。这一系列的动作证实了老虎就是天选的战士，而小白的皮肤已经有几处受伤了。按照这个局势看，他压根不是小黑的对手。小白伸直了爪，想上脸抠小黑的眼珠子，显然小黑更老道，干仗更有经验，无论小白怎么发力都不能摆脱小黑的控制。突然小黑一个起身，用他的前爪压住小白，这个气势就像卧虎扑羊。小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他现在害怕极了，只想回家找妈妈。小白想用脚踢开小黑，毕竟被小黑锁呼吸很难受。在一番纠缠后，两头老虎都站了起来，相互看了眼对方，还得是你啊。老虎换作其他动物，我早把他 KO 了。两头老虎都相互尊敬，也谁都不服谁。忽然一头母老虎从屏幕前方窜了出来，他知道正在打架的两头老虎都是因为自己才大打出手，说什么也要去拉个架吧。而老虎是你越去拉架他越打。母老虎感觉有一副味道，原来是小白的荔枝出汗了。小白太紧张了，在这场成王败寇的战役中一直处于下风。虽然小黑一直占有上风，但是想把小白完全压制住也不太可能。双方还是握手言和，毕竟老虎是聪明的，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是吃力不讨好的。